开眼，我以为我睁不开了。师兄，大明和大伟，如果大儿子35岁之前还不……师长，哒哒哒哒哒，试试吧，怎么样啊？来吧，所谓红颜祸水嘛。他喜欢你啊，喜欢我也没用，我不干了。两位，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好，好，勉强的。有时候做人呢，是身不由己的，就好像说你啊。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也要来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你就和他一起来吧。好。不用，我想睡得太阳不行的，你下去吧，你下去吧。整天在学校里盯着我。啊，嘴喝伏特加美酒，眼睛吃冰淇淋了没？你真的好帅，你真的好健壮。好，蛋糕就很好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他们去哪里了，跟我来。真的？嗯，那走吧。我帮你拿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没关系的。香味儿，你一定是在文化界工作的。爸，就把5000万遗产给我们两兄弟，